好好看哦，看一下啊，一模一样，怎么又是无人狗？哇！对，看啦，走啦。宵夜时间，嘿嘿，我煎的牛排牛舌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啊，这个应该是青鱼腌的，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炸鸡，还有啤酒，啤酒，啤酒才是今天的重点呢、啊。它就是有那个泡泡。喝了，要喝了，一了。泡屁！快点，你喝、啊。这个真的很好玩哎，而且很好看，好喝吗？有比普通的好喝一点吗？我要试一下这个牛舌儿。有一款。哦，反正，可是这个行李箱真的摇摇欲坠，我好害怕。这房间什么都好，就是连一个正常的桌子都没有。干杯。嗯哼。腿腿。好吃的，怎么放假还挺好吃。现在我们中午出来。吃章鱼小丸子，嗯，好像很好吃，原味的，这个是明太子味的。我的好姐妹说，这家店已经是她在日本吃过最好吃的 takoyaki 店了，就是银的那个。今天是在这个地铁站的，然后呢，它很多分店，很多很多分店，可是没有座位。怎么样？好吃。我甚至想说比国内的好吃，然后它的外皮真的很脆。是吗？对，真的是。试一下。可是我觉得吃不完。在国内吃的话，真的是它就是不要比较啊，不要比较。嗯，它是酥的，然后里面软的，不会很大一块面粉。好吃吗？不比人家，好我拜拜家。哇，这个天好好看，秋叶原站到了。怎么了？哦，秋叶原。好久没来了，虽然也没什么好买的，逛一下。好，我们下一站来到了浅草寺啊，又来打卡了吗？小伙子们，这个门口应该要打卡一下啊，拍一下照。刚去隔壁买了个花月堂的美能胖，就是多拉美最喜欢吃的，好懒。因为我觉得之前食嗰啲系热嘅喎，佢咁淋嘅假嘅呢个，摆翻低先，唔好食。我们随便挑了一家浅草寺的雪糕，还挺好吃。没想到一点都不坑嘅，它样子就很坑，可是味道一点都不坑。好吃。这个呢？还好吧。这里还挺好吃的，400元。哇，今日个天真好靓啊！逛到一半看到晴空塔了，哇，这夕阳好好看哦。累吗？啊，好漂亮啊，夕阳。然后去走进去，然后在这里又逛逛啊，买了一堆东西啊，买了一堆东西。我们现在是晚上的8点啊，小皮已经回回民宿睡觉觉了，然后只有我们两个穿优惠卧铺裙子飘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风格真大，超级无敌冻啊！即系我哋依家嚟食方太爷，趁个小鸟胃嘅，佢唔喺度，我哋就去。这家哦，佢叫做牛山道。食方太，食方太正。老板刚刚跟我说中文，我好尴尬。然后如果小 P 在的话，他又说想去一间只有日本话的店。诶，这间店有中文诶。然后点餐啊，他一开始就先上来了这个跟这个牛舌，还有这个横膈膜。好爽哦！对，老板会中文，隔壁小姐姐也是中国人呢，呵呵，东北的，什么都有一点呢。啊，这个内脏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拿点前菜，什么都有，真的什么都有。哇，干杯！嗯，好喝。二人世界就是爽，虽然佢呢个唔系炭烧啊，但已经冇所谓，唯有食饭。它对泡菜是最边的，超好吃。佢唔系嗰啲好笼统嘅味，好吃。皮塔仔你冇嚟真系嘥神。
吃的。单纯我反反，我有个反感。哇！我害怕这是什么？这个海捞米，哇，他们要冰的。哦，好像很好吃哦。我被打仗了。吃饱了，好冷了现在。你都没有拍到我的手，我还穿短裙，里面都进风了，醉了吗？对，脸都红了耶，可是出来一吹风就冷，头痛了。有没有懂？我入面再短袖。加油加油，可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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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呼呼呼 What the fuck？ 我两万叫店员帮我摆，摆咗二千。如果根本夹唔到，真系插佢落去，系咯，耶耶！所以呢，一千八。出土鸡啦！出土鸡话，耶！醉醒啦！咁开心咩？我们中午来到牛卡吃，吃炸牛排，吃炸牛排要排队吗？要排队哦。你要上街吗？不要吗？哎，欢迎一下新朋友，几十道步的。就是啊。这次是你组织我们来的吗？解释一下。街坊很大。完蛋了。先吃个饭，日面非常深。你觉得这次来日本是不是跟三年前有点感触？环境的确有差别，因为我觉得好像脏了一点。对，整体经济下滑，尤其以前我们用台币啊换两万块，可能换到就是五六万日币啊，这次两万实际上可以换到九万日币。我们也是换多了一倍，差很多，可是物价也整体上升。哦，我们进来了。对啊，好吃的就必须要等待。好的，完全听不懂。北木，哇，粉红的肉，哦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好吃的很嫩哎，哦，它里面超嫩的，入口即化，它不煎也很好吃。我们现在去台场了。台场吗？台场。我之前带我妈来过这里，哎，这两个好脸熟啊，好像是台湾人呢。又来了，商店街，哇，好复古哦，哇，好复古哦，以前小时候玩的，真的好复古，哇，这个好复古，哇，好，我们现在抽了一个2000块的，看看有什么奖品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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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打零食吗？对啊，你会觉得很好玩。这是为了打那包零食吗？还是打完之后可以换其他？我们来到了里面吃 takoyaki 呀，买个被找养性。好正宗哦，干杯！这是抹茶啤酒，试一下。
很难喝。章鱼小丸子，怎么了？大中午喝醉，眼红怪，两个肿了。晚餐来吃不二家，好可爱哦！玉米浓汤、汉堡套餐、汉堡肉套餐，哦，奥摩莱斯 ，OK， 炸鸡排，你这个才是中国人吃到的套餐。嗯，就是汉堡肉的味道啊，没有一点惊艳，就是酱汁的味道啊，没有一点悬念。哇，不二家。就应该吃松饼，我已经可能遇到、很好吃哦，好吃好吃，大概抓的时间，好吃好吃，它那个松饼是脆的，脆皮，然后很扎实，然后有盐味，不会很腻。又来夹娃娃，哎哎哎，冰头哎。俾我呀！但我啲衫收晒皮啊！啊，条裤最惨啊！我件恤衫啊，好唔开心，我竟然唔敢拎出嚟咯。我们中午来吃这家沾面屋哦，好像很好吃。然后他点餐是这样的，都是自动贩卖机拉面哦，老公的酱油拉面。很有嚼劲哦，很香啊！这是我的沾面，好普通，好普通，还很吃大份。沾面，好硬硬的粉面，好弹牙，好吃，好吃吗？好咸，我觉得那个咸巨咸，酱油啊，又比那个拉面好吃。我就跟你说，拉面真的很腻啊。对啊，这很清爽，然后你还可以加醋在里面。这个蘸酱吃完的话呢，你可以点一个汤，然后加进去喝。哇哦，在这里能遇到艳遇吗？在这里能遇到命中注定的他吗？消费了，消费了，终于消费了。买了一个贵的东西，其实也不贵。不贵，700多，不贵啊。它跟香港沙拉那种品牌差不多价。哇。好看哦，跟蚂蚁一样，吃饭了，来吃牛舌，这里是有个送你的味汤，肥精美，Let me try try。冲动消费第二弹，买了个橘色的秋少。我们现在在地下城买了一些零食，饭后甜点吃吃，买了一堆一堆一堆。炸裂！100块，挑战100块，交！好，挑战200块，交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滚！怎么那么难？呼呼！卡哇伊呢？500元，1500元。大中午吃松屋，最后一餐了，滑蛋牛肉饭，佢仲可以遮住个人样都几好啊。最后一天来到上野动物园，然后等一下就要搭车回机场啊，好舒服哦，这里是上野最有名的上野公园加动物园，冬天来的时候会有樱花，会有枫叶，这么多人。
这么多人想去看熊猫，现在都不想进去了，好多人呢。看一些街头表演啊。好像那种庙会的街什么都有一点，然后好多人，许多人都是游客，感觉这星期天日本人全出来了。来到了机场，还是要继续吃这个饼，我们点了明太子，然后在这里吃，很好吃哦，就这样。哇，好像很好吃，好香哦。哦，好烫啊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。我们现在来疯狂的扭蛋，终于看到我喜欢的东西了啊！我就想要中间的两个主角就可以了。好贵啊，这个刚刚已经抽了一只布丁狗，看一下啊，一模一样，怎么又是布丁狗？我再抽一次，我他妈不信邪，能不能手气好一点，施点魔法？我都不奢望是其他，我总之不要是。六次，说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三只布丁狗，然后偷偷捞了一四六八，捞了三千几蚊哦。啊，这两个超可爱的，你看这个，这小兔子，超小，婴儿版的蜡笔小新。我们三个人，三个各自抽了一只布丁狗，非常的开心哈，重复又重，然后都集齐了，就除了那个主角小英没有抽到啊，也不想抽了，太贵了实在。你花500块抽什么？好似曱甴啊，大佬仲要咁大只。最咁大只嘅曱甴，佢有啲金色都唔似，佢啲劲似曱甴。晚餐时间随便找了一间，走。最后一天，我们点了一个很可爱的，好好看哦。然后这个是巨大杯，1000块，哎也不贵。来到这里天天喝啤酒，餐餐喝啤酒，从中午喝啤酒到晚上。猪扒饭。看着就觉得不正宗，只有两条吗？你这个是只有一条，只有一条吗？你没吃过好吃的，这很油很难吃哦。哇，最后一道菜超厚的烤鱼哦，好像烤得很好哦。嗯，这好像有用心，其他菜都一般般。他不吃腥的，他不吃腥的鱼。你敢看看你的睡觉姿势吗？我操，1.77米的大个，我刚刚的头就在这个位置，他妈他的脚一脚踢过来，令我很尴尬，他还继续睡，我快死了。天天当特种兵，一天走10000多步，这怎么过？无情的暴雨被落进的他，乌云在头顶会不停的下。